是一个 design 的想法，并不是我们中谁的腿。很多 fans 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先让他猜，然后再告诉他们答案，这样子。所以并不属于。对，不属于我们任何人。那你们公认谁的腿最长？Whose legs is the prettiest here among all of you guys? We all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legs. 我们最近很快马上就会在台湾和内地地方发售我们的专辑了，所以而且我和菲菲是中国人嘛，所以肯定在中国也会有活动，而且很快我相信会跟大家见面。什么？我觉得我是好的学生。也是觉得自己是好的学生。OK， 勤劳就对了。Hardworking， are you hardworking？ Hardworking， of course、yeah.。So 来家讲一下，他们两个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 Any like any fun stuff happening？ 就是有一次，他跟我说他饿了，然后他想吃麦当劳， uh-huh. 但是因为麦当劳在韩文的那个翻译是 McDonald's， 要这样子 McDonald's， 但是他。不记得那个中文，我没有跟他讲过，但他不记得麦当劳怎么讲，然后他说啊，姐姐，我想吃麦当劳的。听起来像广东话的了。对，他把那个音转过来，他以为就是中文的。Hi, I'm from 9809, and there was one performance by Min. Your shoes dropped off when you were doing breathe. So for tonight's performance, what's your greatest fear? What are you worrying about?所以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有一次敏的鞋子掉下来了，对吗？所以每个成员到今晚的演出有担心什么吗？Hopefully my shoe doesn't fall off today. Okay. And we don't have any fears for tonight. We're just excited to see our fan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 good time. 上一次我们来新加坡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四个人还有我们一些姐姐们有一起去逛街 shopping 什么，所以还蛮开心的。然后这一次来新加坡真的感觉 fans 很热情，而且昨天我们有下午有去办签名会嘛，所以在那个签名会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才刚把碟给我，然后她就激动哭了，所以我还蛮吓到第一次。碰到 fans 可能有拥抱他安慰他，我觉得很高兴，也很激动，他们对我们那么热情。我觉得是我们第一次在音乐那个乐坛的时候拿到第一名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就没有想到能那么快的拿到第一，所以那天我们基本都哭了。항상모든무대가기억에남는데요해외활동이나이렇게오면은반응들이너무좋으니까저희도신나서더오바해서막하는데그래서해외활동오면은되게기분이에너지를얻고가는것같아요在国那个海外活动的时候，外面的粉丝都对我很热情，所以在海外那个做演唱会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粉丝的热情让我觉得很有那个活力那样。That time when my shoe fell off. Oh, that's of course. Yeah. Yeah, I can understand. And at Macau, uh-huh. we got the first place. Uh-huh. I mean, the year of the song. Uh-huh. That time, that the stage was very memorable. Uh-huh.好，谢谢，我请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谢谢。